小妈不让我找工作。你干嘛啊，小妈？你干嘛？我没干嘛。手里什么？我看看。我没什么啊。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？我以前就会啊。拿过来。干嘛呀，小妈？我都这么大，你还管我啊？要抽出去抽，别在家里抽。那你倒是把烟给我呀。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小妈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没用啊？怎么这么说啊？你看我都来这里一个月了，我连个工作都没有，我还天天花你的钱。你那是眼光太高了，随便找个工作先做着呗。我好歹高中毕业呢，我不甘心。你有什么不甘心的？人家大学生都找不到。对了，小妈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要不我去你公司上班吗？你啊，你来我公司啊？对呀、啊，不行吗？你做不了、啊。我试都没试呢，怎么就做不了呀、啊？再说了，我也不可能让你一直养着我吧。还是先养着你吧，工作慢慢找。你不能养我一辈子吧？